2009快乐中国步步高音乐手机快乐声全国总决赛隆重登场。全国十八强张开梦想的翅膀，烫绣荣耀的实力创将，郁可唯、王志新、曾轶可、刘美涵、陶乐、李妍希、大春子、潘晨、黄英、程晨、杨子、莫晨、潘红月、韩丽娜、张佑芳、刘惜君、江映蓉、李霄云，最终谁能获得进军年度十强的门票？稍后，湖南卫视现场直播全国十强突围赛第一场，想唱就唱，我最响亮。完美音质，步步高音乐手机。阔别两年，回首惊鸿。2009快乐之声，踏歌归来，山水兼程。我叫黄霞，希望能够冲进决赛。5月1日，报名大门被第一声扣响，顷刻间星火燎原，万度高温，快乐联盟首开先河，18家地面频道，6大网络直通区，号角嘹亮，烽火连城。信心领奖，快乐青春，15万报名选手，音乐无界，歌声潋滟。该唱了唱，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。91场初选，69位评委，30天的比拼，淬炼梦想，出世星光。为了要守住你的歌声，你根本没有在表演，状况很慢，歌声无情。哎，他可以入围，我觉得我很喜欢。300强晋级60强，6天征战，沸腾长沙。我的心愿完成了，你的点评我会铭记在心。我加油！每个期待的目光都在牵着我成长。60强选手自由歌唱，百舸争流。恭喜我们的全国20强！没有你太可惜了，恭喜！18强女生昼夜奋战，骁勇突围。最后一个名额有非常大的争议。高温之余，突起波澜。可是这个选手被留下来，但是他低于我个人应该留下来的标准。最后一位晋级选手曾轶可引爆争议，全国网民和媒体各持己见，讨论不息。今夜，18强女生天仙汇集。突围十强，振聋发聩。01号，百变美声郁可唯；02号，火柴妹妹王志新；03号，绵羊天使曾轶可；04号，巴啦啦小魔仙刘美涵；05号，动漫心灵陶乐；06号，麻辣公主李元熙；07号，灵魂爵士大春子；08号，电影宝贝潘晨；09号，悦耳凯音黄英；10号，摇滚小闪电程晨；11号，原创好青春杨子；12号，优质草莓莫晨；13号，魔力高音潘红月；14号，炫舞辣妹韩丽娜；15号，飓风舞王张佑芳；16号，肺腑美音刘惜君；17号，烈焰玫瑰江映蓉；18号，优质偶像李霄云。想唱就唱，我最响亮。2009快乐中国步步高音乐手机快乐女声全国十强突围赛第一站，千钧一发。快乐女声由步步高音乐手机冠名播出，欢迎进入2009快乐中国步步高音乐手机快乐女声。
金河快乐女声十八点，苏达湖南卫视指定暖地。何炅，各位好，我是王涵，晚上好。